电梯都没有，还要我爬楼梯？叫什么？讲一下。聚宝盆。哦呦，这样大个罢了啊。成语不是四个字了没？哦 ，sorry， 我可能念你念你。祝你早生贵子，生活快乐。哎，莎莉，开张开张，不是结婚啊！妈咪恭喜你开张！哇！哟，我们要开门了，西门，今天要给大家开箱我的好朋友的律师楼，今天搞开幕啊！Steve， 律师在你印象中怎么样的啊？是不是很严肃的啊？是，还很阿达斯的感觉。阿达斯哦，对，很快就要收钱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你好练的，比主持人好赚嘞。是，的确。他的律师楼开在这个阿达斯这边的，隔壁阿达斯，对，这个商业区这边的啊，他是做商业事务的啊，处理商业事务的啊，比如讲这个产业买卖啦，啊，你买房子啦，要做合约啦，找他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美女来的哦，美女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 ，Let's go。电梯都没有，还要我爬楼梯？是吗？律师没有钱装电梯吗？这边应该是这边没有电梯的啦。第二边还要爬上楼，很累嘞。你不要叫我 office 是，我 office 是一样高，不要叫。哦，还要脱鞋。哇，你看我们看这么多鞋哦，就代表很多人来了。你看，也可以卖二手鞋的这边。哦，来到我们的律师楼了，哎呀。原来会喘的嘛？丽丽呢？丽丽，哇，很喘呢、欸。我们快要三十多了。受了，受了，算了。这么没有电梯了？没有，我们要运动。要运动。哇，你看，喘得要死嘞。我们喘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讲点好听的话嘞，快点嘞。祝你开张大吉。谢谢。还是我的。聚宝盆，哦哟，这样大个罢了啊，够了喽，够了了，了了了 OK， 因为我中啊，啊、oh, okay.。丽丽，生意兴隆，耶、yeah. ！开张大吉，今天是丽丽的开张大吉，我们祝福她生意兴隆，大展宏图，开张大吉耶！ Yeah. Yeah.那什么话要跟丽丽讲？想送她一句成语。成语啊，蛟龙得鱼起，终非池中物也。我在此祝福我的丽丽哦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一定口水哗。哗啦！哗啦！成语不是四个字了没？我口令，我等说谚语，谚语。祝你开张大吉啊！哗啦！哗啦！祝丽丽好事发生。花生，开张大吉。OK，谢谢。然后我就来到我的这个好朋友的律师楼，哎呀，现在开幕嘞，他叫 LLL。LLL 对吗？对。我才知道啊，他是 LLL 嘞，林地利哎，你姓林啊。我是有点姓李的，李丽吗？李丽吗？李丽啊，美女律师在这边啊。大家好。平时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见律师，见律师没什么好事情。嗯。有需要帮忙才见律师啦，但是律师也是很多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下我们来了解一下，问一下我们的美女律师，她主要处理什么 case 啊？我主要处理的是商业事务处理，那包括啦房地产买卖。租约，然后遗产转让，然后各类型有关于土地啊、房产之类的事物。所以那些老板们啊，如果买产业的话，买房子的话，就可以找你了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如果是这个土地转让也是可以哦。对。遗嘱那些也是有哦，产业分配。对，都有。所以你主要是在这方面的啦。对，没有错。好，这样你需要上法庭的吗？我要看情况，如果有离婚的 case 的话，我就会上法庭。我要请你担任我公司的法律顾问，可以的吗？可以啊。有什么条件的吗？没有条件，要还钱哦。这法律顾问是收年费类还是 case by case 算？看情况。
你们可以决定你们是要收年费，或者是你们要 case by case 来算都可以。这样作为法律顾问的话，收费会不会跟平常你接其他的 case 来讲会比较相对便宜一点？如果是讲一整年的话哈，当然是会比较便宜一些啦。但是我们还是会依据你们的案件的复杂的程度来做收费。房地产买卖来说的话，这些我们都已经是有我们 set 好的 law 啦，所谓的 skill fee， 所以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就 charge 你们。我们要根据我们的条例来 charge 你们。像李丽现在对于你自己开了这个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啊，你对于这个事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和展望？我希望呢能够就是在日后的日子呢能够更有效的帮助到大众啦，也是说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去了解房地产的程序啊，然后在做遗产转让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准备啦，然后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。所以我是想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然后让大众知道，哎，原来在处理这些事务不是这么的繁杂的，它是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去处理，只要我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来，就能够很容易的解决你们的问题。还是祝你生意成功，生意成功，生意成功，祝你开张，生意成功。OK， 我是我们的李丽大律师 ，OK， 心想事成哦。祝李丽开业大吉，财源广进。生意红红火火，顺顺利利，发啦！祝你爸爸通途，祝你今天赚多赚，妈咪恭喜你开张，哇！祝你大展宏图，开业大吉，祝你客似云来，祝你早生贵子，新婚快乐。哎，阿莎莉，开张开张，不是结婚啊！大展宏图，生意兴隆，客似云来，生意做不完，天天开单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哦。有法律问题找他就可以了。找我。啊，讲我的名字有 offer 吗？有。啊，贵28000，因为那个28000我要抽啊。好了，今天开箱到这边了啊，所以律师楼开幕了啊，现在大家打包啊，打包。这东西叫太多吃不完。今天节目到这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阳光啊，你看我朋友四两还打包我，你看，你包很大红包，你不要让我排斥呢，哎，我真丢人。